台北市北投发生了这一起严重的车祸，这是在今天上午10点多，有一名驾驶开车途中疑似分神了，就猛踩油门，他追撞前方的汽机车，其中一名骑士呢被卷入车底，伤重不治，家属接获了噩耗，赶到殡仪馆痛哭失声，没有办法接受。红灯亮起，轿车驾驶依序停了下来，但这时却有一辆休旅车不顾灯号加速往前狂冲，先是撞上两台机车，接着向右偏移，又骑上中央分隔道，继续追撞前方车辆，连续波及好几辆的汽机车后，才终于停了下来。换个角度来看，白色休旅车撞上分隔岛瞬间扬起大片土石，过程中还有一名机车骑士被卷入车底拖行好几公尺。严重车祸事故发生在8号早上10点多，台北市承德路7段，休旅车驾驶一口气连撞了4台机车和一辆汽车，导致车头机车零件散落一地，就连目击民众也吓傻眼。那时候就听到嘣一声，然后看到一台车压了一些人跟车后，然后飞起来飞到分隔岛上来。蛮快的，没有刹车的声音。经销人员获报，第一时间将伤者送医，同时把53岁的肇事驾驶带往派出所制作笔录。只是明明撞到人了，麻醉嫌犯还老神在在坐在门口抽烟，相比家属焦急，心情落差很大。我哥呢？我妈拿车就住了。死者弟弟接到噩耗，赶到医院，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哥哥在上班途中会被轿车撞上，惨死轮下。不明原因自后方撞击沿同方向行驶之3部机车后，波及前方停等红灯之一辆机车而肇事。根据了解，这名许姓死者今年39岁，平时在连锁服饰店上班，在同事眼中表现优异，这回却被马姓驾驶高速撞死，这要亲友怎么接受？记者综合报道。